今天专工来吃冻卡子，政治牌所用的猪肉是台湾大成集团在屏东新北所饲的盘克夏猪，还是咱的是个？我跟你讲，这种的叫做六白猪，皮啊、尾啊、甲四只脚拢是白的。吃冬卡子跟高丽菜配，哇，绝配啦！把它弄平，我们把它捶平啊！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要吃冬卡子呢？因为卡子在日语里底就是胜利的意思，所以因那是伫考试时阵都爱吃这种猪排饭，叫做卡子冻。啊，你用那个高丽菜里面就对了。芝麻酱，芝麻酱，芝麻，它是欧威是有明太子，明太子切成片，那切块一下，切块一下，对，这边有蘸酱哦，哦，蘸酱，对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碰醋酱，然后萝卜、女葱花跟玫瑰盐，什么叫碰醋？它是哪一个碰哪一个醋？碰是一个木在一个病，病前的病。然后醋就是醋的那个醋，酸醋酸的，喝的那个醋。对对对，来帮我打开一下茶碗，哎，谢谢。我知道这个是绿色，绿色的。哎，今是较贤叫菜的，我看到今嘛，我看到足好食。你跟阮做没吃？这我唔知，这叫做啥？哎，这个是什么餐呢？海老野菜特。海老野菜特，那虾子跟野菜啊，嗯，对。肉的部分呢，就是跟 AB 啊，所以日本人有一句话讲，卡子冻特别的小本呢，卡子。尤其是伫考试时阵，一定爱食足侪猪排饭，安尼才会考赢。另外，这间店来到台湾开的时阵，我安尼甲看看，伊对着台湾食材是为对来，拢非常的清楚哦。那猪肉是为屏东的新北来，连红豆啊嘛知影讲爱去万丹找咧。第一颗来滴啊！这个猪排呢，可以沾。我都要看了。它是从何烧加热咖啡啊？什么咖啡？九块钱。对对。哦。我们都是黑咖啡，另外牛奶。葛粉条。葛粉条。嗯。葛粉条。啊？日本甜点。我这边也有。日本的甜点。日式的甜点。还有红豆是咱屏东的呢。哦，应该是在南投再加奶。跟这个。不叫吗？好吃。这位就是医师大眼科的郑胜辉医师。伊讲也好食。嗯。今仔日台湾做些啥？嗯。所以九点台足重要。系啊。嗯。这同卡子就是，同卡子冻就是胜利的胜嘛。嗯。